出道以后，站上舞台的次数，跟我去品牌活动的次数，比起来品牌活动比较多一点。其实就是，接受它，然后，试着去适应它，然后尽量把自己的那个渴望的东西做到最好。我在2019年这一年里面，其实一直在不断的想要创造舞台，有舞台的话就努力争取，对。